5月25日，郑爽小号有了新的动态。原来有网友向郑爽提问，面对压力该如何解决，可以教大家一些释放压力和负面情绪的小方法吗？对于这样的问题，大概是郑爽深有体会，她随后坦率给出这样的回答：真实一些的表达自我，我们都习惯自欺欺人，有的时候要明白你不必讨好谁，对自己不光是美食的犒劳，还有真实的释放，寻找自己的度。网友们纷纷留言说，说得太好了，难怪看你一直那么快乐。每个人都有面对压力的时候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应对方法。小爽这个我学习了。